我个人认识风格万花筒，风格多样，每一面的自己都是值得被展示。我是富民小学以前的三好学生，我有自己很鲜明的风格，和大家都不太一样，而且我是一个快乐的人。哎，你们有想过为什么要把你们俩放在一起采访吗？不太理解。可能是他比较想跟我一起采访吗？没有，但是我没有这种想法，因为他知道他要跟我采访，我不知道我要跟他采访，说明是他先知道了，他知道他没有反对，所以他就很想跟我一起采访。没有，但是我没知道，我是录的时候才知道的，所以是他想要跟我一起采访。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。对，突然间感到这个房间有点夜、啊、真的很夜。哦，那要不你一会儿十二点的时候单独来也可以。我觉得好。你们互相评价一下对方吧。加斯蒂克虽然说他年纪也不小了，但他一直很努力，然后他有一个梦想。什么梦想？他算了，他没有梦想。他真的很努力，我希望大家能听到他的音乐好吗？立刻吸引了观众们的目光，我下跌负伤的负伤，只能回到故乡，每天趴在醋缸，每天有唯有杜康，走在那往上爬的路，我是命运安排的，就是你的路长，三级的三级，心里面不慌，噗噗噗噗，故乡误伤。但是如果他夺冠了，大家会觉得这是黑幕，那还是不要让他夺冠了，好吧？我想给厂牌留个好口碑。又来。因为这个魅力的时候就是他唱歌的时候，因为他那个时候不会说闲话，真的还挺不错的。但是其他下来就拉倒吧，天哪，别说了。我这次来是为什么？就是为了 Justic 才来的。就如果他不来的话，我就不来了。对，你这话态度不够认真，不够诚恳，明白了吧？这就是我跟你的分歧。我们俩在一起就是分歧。没有要在一起。你这种话说的很奇怪。只有分歧，没有在一起。又来了。你看。